老板。哎，我就是，两位有什么事情吗？巡捕房办案，昨天下午有人朝你店里开枪，你怎么不举报呢？有人开枪是不错，但没人受伤，我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嘛。你知道你这么做有包庇罪犯的嫌疑吗？啊，不会吧，杜小姐是我们这里的老客户，我怎么会害她呢？那就要看你配不配合警方了。配合，我一定配合。行，那我问你，昨天杜小姐是在什么位置遭到枪击的？是在这儿。这里。这里吗？嗯。那原先被打碎的花瓶是放在哪里？啊，在那。啊，放在这儿吗？啊。那被打碎的花瓶现在在哪？哦，都扫干净了。哦。行吧，你先忙你的，有事我们还会再找你。好，那我先去了。嗯。来。来，稍。根据被击碎花瓶的位置以及子弹射入的角度，凶手很有可能是在这个位置对莎莎开的枪。先是用花痕砸人，然后对莎莎开了两枪，但都没伤到莎莎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这起枪击行为随机性很大，缺少缜密的设计和预先的勘察。很显然，凶手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。短短的时间里面，他出击了两次，这又说明了什么？凶手心太急，太急于求成。所以我相信他会再次动手。你有主意了？好了，我到了，回吧。莎莎，我送你样东西呗。什么呀？手枪，带着好防身用。陈浩，你真周到，谢谢啊。你自己要小心点。我知道了，你放心吧。回吧。再见。再见。回吧。再见。刘四这个人我不认识。是啊，你不认识刘四，可你认识冯大林吗？刘四就是冯大林的手下。原来真的是冯大林啊。事情初步判断为这样，冯大林自以为你掌握了他某些重要的秘密，为了防止泄密，他指派自己的手下刘四买凶杀人。只是可惜了，刘四只是收买了一些街头小混混，几次三番的对你下手，也只不过是为了几个钱。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？不用担心了，他不会再对你怎么样。这会儿我的人应该已经在广济堂拿人了。谢谢你，陈浩。没事。混蛋，谁让你买凶杀人的？啊，你知不知道这样做要坏大事的？是你告诉我凡事要机灵，要察言观色，要多体会老爷的心思。我看老爷和太太为了那个姓杜的女人吵得不可开交，老爷气得脸都绿了，我就寻思，你寻思个屁啊你！老爷和太太吵架，翻着找你插一杠子吗？可你还说，冯家是老爷说了算，凡事要想老爷所想。我看那个姓杜的女人，分明就是老爷的眼中钉。我想，只要能把老爷拔掉这颗眼中钉，那不是合了老爷的心意吗？你长本事了是吧？啊，这么大的事儿，也不跟舅舅商量商量。我以为舅舅你一定会赞成，说不定事成之后老爷还会有赏，所以我就……就你这混蛋小子，做事不知深浅，有赏你做梦吗你？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呢？人被抓了。
警察马上就会撞到我的头上，我可不想坐牢啊！舅舅，你无论如何要帮帮外甥啊！就你，就是我救你，那谁救我？你个混蛋！你，老爷，刘四可犯下大过了，是在下管教不严，人我给你带来了，任凭老爷你怎么处置。事情都已经出了，你就是打死他又有什么用？还是想想补救的办法吧。老爷，我这就带他去自首，这事啊跟广济堂一点关系都没有。起来，走，走。刘娜，还是我去想办法吧。老爷。我们去晚了一步，让刘四给跑了。我跑你个头啊！看见没有？啊，人家早你十步来自首了，你给我来一个晚一步了。我，头儿，我们抓的不是刘四吗？怎么是他呀？是啊，我问你为什么呀？这我也不知道呀。哎，头儿，你别生气。你说我气你俩有用吗？啊！我让你们去抓个人，你们慢半拍，我还指着你们干什么呀？还愣着干什么呀？干什么？干嘛去？是。说说吧。陈探长，该说的我都说了，要怪还怪我平时管教不严。刘四是个苦孩子，从小失去了父母，我收养他，我跟他是情同父子。俗话说，养不教，父之过。今天他犯了这么大的错误，要罚你就罚我吧。可我真是没想到，刘思他居然会为了我做出这样的傻事来。就因为你跟他这种关系，所以你就让刘思买凶杀人是吗？不不不不，陈探长，严重了。刘思也就是自作主张收买了一个小混混，目的呢也就是为了吓唬吓唬杜小姐，没有真的想加害她。吓唬吓唬别人就用这玩儿？那我吓唬吓唬你啊。陈探长，使不得，使不得呀，陈探长。杜小姐那是那人的救命恩人，胜过再造父母，就是动她一根手指头我都不敢想啊。那你跟杜小姐是这种关系，为什么还让刘四买凶杀人呢？哎，这说起来啊还是为了我。人呢老了，就连睡觉都睡不安稳。前段时间我睡觉老是做梦，就到杜小姐那儿去看了一次病。你说杜小姐啊，她是一个大夫，看病不号脉不开方，说我做梦是因为心里有鬼。陈探长啊，我是做慈善的，一生乐善好施。这话要是传到别人耳朵里，别人会怎么想？刘四也就是因为这个才做出这样的傻事来。你做梦了吗？啊，你心里有鬼吗？广济堂应该有什么秘密让你放不下吧？陈探长，你可真会说瞎话。秘密？广济堂能有什么秘密啊？我们做的
可都是醍醐救世的事。募捐、赈灾、救济。啊，对了，就连你们巡捕房，我每年都会犒劳辛苦一年的弟兄们，这一点你也应该知道吧？哎呀，也就是因为我们这么做，得罪了一些人，有些人呢，国难当头，可就是要发国难财，我们这么做，挡了他们的财路了。要说担心，我还真有点担心，不知道哪天遭了别人的暗算，我都不知道是谁干的。但刘四做了这样的事情，我说了，该怎么处理，我听你的，你说了算。我明白了，你说了这么多，我越来越觉得你心里有鬼。来，干杯！来，干杯！莎莎，陈浩这次为了你，可算是鞠躬尽瘁了。是啊，陈浩，谢谢你。别听他的。那个刘四已经以故意杀人未遂罪被拘捕了，只是可惜了啊，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是受冯大林指使的，所以只能把冯大林放了。不管怎么说，还是要谢谢你的。嗨，别谢来谢去了，怪不好意思的。啊，对了，趁你们俩都在，我想跟你们商量点事儿。什么事儿？我想搬回老宅子住去。哎，你怎么突然想要搬回老宅去住？那毕竟是我父母生我养我的地方，搬回去住难免睹物思人。但是我想，事情都过去这么久了，我也应该挺过这一关了。再就是，我想开始新的生活。嗯，很好。哎，这样吧，莎莎，你找个时间，我跟陈浩呢一起陪你回老宅，帮你收拾一下，好吗？好啊。哟，柴火不够了，我去捡柴火，你们慢慢聊啊。莎莎，啊，有一件事儿一直放在我心里，想对你说。那个，我给你讲故事吧。我鹳鸟的故事。从前啊，有一只白色的鹳鸟，浑身长着雪白的羽毛，特别漂亮。它有个青梅竹马的男朋友，是一只黑色的鹳鸟。从小就爱那只黑鹳鸟，相信长大以后一定会嫁给他。后来这只白鹳鸟离开了自己的故乡，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。等他再回来的时候，遇见了一只灰鹳鸟。那只灰鹳鸟非常爱他，但是他不能接受他的感情，因为他心里还想着那只黑鹳鸟，他只能拒绝灰鹳鸟。他知道灰鹳鸟一定会伤心，他也希望能够得到灰鹳鸟的谅解。我知道，我要是那只灰鹳鸟的话，我会远远的离开，但是我不会放弃它。喝酒吧。是是是，等等，怎么了？成，啊，送上来敬你啊。
莎莎，我送你上去吧。不用了，都到家门口了，回吧回吧。啊？装傻呀！我当然问你关于追莎莎的事儿了。装傻的恐怕另有其人吧？不是，你难道看不出来莎莎喜欢你啊？你别胡思乱想了，我一直把莎莎当成自己的小妹妹，恐怕别人没把你当小哥哥看了。陈浩啊，陈浩，哎，你吃哪门子干醋啊？我跟杜莎莎从小一起长大，感情当然很好，但我只把她当成自己的妹妹，你懂不懂？你真的只是把她当成妹妹？对。行了，你别瞎琢磨了，赶紧行动，快马加鞭。喂，去哪儿？不请我喝杯酒啊？喝呗。刘四的事儿，还承蒙老爷想法沉着应对啊，老九在此谢过老爷了。就巡捕房那几个傻小子，还费不了我多大劲儿。不过倒是你那个外甥，难得有这份忠心和机灵劲儿，让他在里面待上几天，过十天半个月，花点钱把他弄出来，让他以后办事长点记性。哎，老九一定好好管教管教他。是，老爷，有什么心事啊？杜莎莎，你帮我盯紧点儿。这个女人邪乎得很。您放心，老爷，我明白。难过了，你可答应过我的。我知道。哎，莎莎，莎莎，啊，什么都别管了，我帮你收拾屋子，体力活难的事儿。那就拜托你们了。
莎。嗯。你饿了吧？我给你买点点心去。好啊，正好家里什么都没有。好，那我去了。点心、水果啊！孙博也不在，我给你泡茶吧。好，茶好喝，我爱喝茶。哎，莎莎，孙博去哪儿了？哦，我父亲去世以后，我让他回老家了。反正家里也没人，我也不在上海。嗯。哎，我父亲怎么会把茶具放成这样？这不是他的习惯，是吗？不一样。我去洗茶盘，啊，你烧水去。啊，好，我烧水。我爱喝茶，真的。干嘛呢？制造的F-4705式手枪的子弹头，和杜叔叔自杀时用的手枪的型号完全一致。怪不得，我们那天在书房里找了好几次都没找着，原来子弹头落在书房外边了。这说明什么呢？今天早上买完菜回来，到书房门口敲了半天的门。奇怪的是，老爷他一直没有动静。等我推开门一看，老爷他已经死了。不是自杀的，他是被人枪杀的。为什么？案发当天我曾经问过孙博，孙博说他买完菜回到书房门口敲了半天门，书房里没有半点动静，于是他推开门。老爷，我给你带了你喜欢吃的西红柿啊。老爷，老爷，如果孙博说的是真话的话，那么就说明他发现尸体的时候这扇门是关着的。但问题在于，这门要是关着的话，穿过杜广天头颅的那颗子弹要落到门外，必须要在这门上留下弹孔。我仔细检查过了，门上没有任何弹孔。为什么门上没有弹孔？为什么子弹会落到门外桌腿上？这就说明这门是开着的。那么孙博为什么会说这门是关着的呢？那这门究竟是谁关的呢？除非杜叔叔中弹之后他自己能够站起身来把这个门关上，否则就是现场有另外一个人完成了这个关门的动作。你的意思
在案发现场应该有第二个人存在。以我的断定，杜叔叔绝对不是自杀的。我一直不相信我父亲会自杀，可究竟谁杀了我父亲？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呀？莎莎，你别难过了，我跟吴飞一定会抓到凶手，将他绳之于法的，不会让杜叔叔死得不明不白。陈浩，你看这书房里没有任何挣扎打斗的痕迹，门和窗完好无损，也没有撬动的痕迹，这就说明凶手很可能是死者身边熟悉的人，他能够堂而皇之地进入室内进行暗杀。会不会是老婆人孙博呢？他不仅可以随意地进出杜广天的房间，而且他是第一个发现凶案现场的人。不可能是孙博，孙博跟我父亲几十年了，他一直对我父亲忠心耿耿的，而且我父亲去世以后他也没得到任何好处，他完全没有动机要杀害我父亲。莎莎，为了进一步了解案发当天现场的具体情形，我想找孙博再聊一聊。你知道他老家住哪儿吗？我知道，明天我就带你去。莎莎，我跟你们一起去。好。那这样，我先回补房把事情安排一下，我们明天早上出发，我一会儿再过来找你吧。你不用来这儿了，我今晚不想住在这儿。也行，那我晚上去诊所找你。除了作为军费上交皇军的部分，想必冯老板也是财源广进吧？那是那是。啊，当然，中泽先生功不可没。您放心，您的那份我给您留着呢。冯老板的心意我已经收到了，你送来的那套翠雕八骏，那可是价值连城啊，那可是比银子看起来更让人心动啊。哎，一点小意思不成敬意。只要你我双方保持这种愉快的合作关系，我敢保证中泽先生家的藏品会越来越丰富的。好好好好，冯老板的生意是越做越大，不过可要小心树大招风了。是是是，必要的时候我们帝国的军队可以为你提供保护，以确保你的货物顺利通关。哎呀，那可太好了，有了大日本这张虎皮，我看以后还谁敢欺负我。来，合作愉快。经理，见我爸爸了，可是我没看清楚凶手是谁。
别难过，别想那么多，我一定会把事情查清楚的。你一定要帮我找到凶手。会的。你一定要帮我查清楚。不早，我们走吧。把衣服穿。叔叔在天有灵，他也不希望看到你整天为他流眼泪。吴飞，你答应我，一定要帮我找到杀害我父亲的凶手。行，我答应你，我一定会找到凶手的。能抱抱我吗？对不起啊，我临时接到个案子，所以就不能过来了。反正，
有吴飞陪你就行了。大哥，哎，你好，我想问您个事儿，您知道孙伯家住哪儿吗？啊，孙伯啊，知道知道，过桥啊，第一家就是，刚我还看见他呢。哦，真的？啊，谢谢您啊。啊，客气客气。走吧。请问孙伯在吗？我是莎莎。呀，小姐，小姐怎么想起来乡下了？孙伯，我来看您来了。哎，快进，快快请进，快请进！老太婆，老太婆，快来看小姐来了。哎呀，真的是莎莎！快快快，屋里坐，屋里坐。好嘞。哎，老太婆，老太婆，赶紧泡茶，家里有什么好吃都拿出来，一会儿给小姐和吴夫子好好炒几个菜。好的。哎呀，不用麻烦了。我们一会儿就走了。哎，那什么行啊？怎么刚来就走啊？哦，对了，孙伯，这是我给你和大娘带来一点点心，你收下。哎呦，小姐，咱大老远的来看我，这是我几辈子修来的福报，这拿什么点心呢？孙伯，您就别客气了，我来看你是应该的。孙伯，这次我和吴飞来，主要是想问你一点事儿。哦，是不是关于老爷？是啊。孙伯，我知道一提起这事儿您心里不好受，但是有些事情我们还是要弄弄清楚的。就在老爷出事的前一天下午，我因为家里有急事，我向老爷告了假，我先去了一趟邮局，然后回到自己家。您之前告假是不是临时请的假呢？是，老太婆在院里干活不小心摔伤了，就托在上海当保姆的老乡给我捎了个口信儿，我这才不得已赶回家。哦，也就是说出事那天除了您之外就没有别人知道在家里，只有杜老爷一个人在家，对吗？这我就不清楚了。我走的那天老爷好像打了几个电话，会不会在电话里跟什么人说？哦，那您知道这老爷的电话是打给谁的吗？不清楚，听口气多半是老爷的朋友。动作都给我麻利点，啊，麻利点，快点，火都给我点清楚了啊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火点清楚了啊！仓库里啊，就这点货了。先前送出去的已经在路上了。哦，对，今天早上来了一队日本宪兵，不知那是中泽特地派来保护我们货物运输安全。看来中泽先生对您还挺照应的啊。有钱能使鬼推磨。这每一包烟土里面，都有他新亚院一份，他能不上心吗？那倒是，那倒是。记住了。对日本人小心点。哎，您放心吧，老爷。啊，哦，对了，我听手下说，那个杜莎莎这两天又去过一趟老宅，陪他一块去的是巡捕房的陈探长。有新的动静吗？动静倒是没什么动静，他们只是回去打扫打扫卫生，扔了不少破旧东西。第二天又去了一趟乡下，我估计啊，他是去看他们家老佣人了。这个杜家就没有一个是省心的。杜广天那个老不死的，
就不是一个省油的灯。现在哈，加上他女儿杜莎莎，更邪乎。哎，给我盯紧点。您放心吧，老爷。出事了！哎呀，飞哥，你吓死我了！阿翔，上班的时候睡觉啊，门打开着，进来个贼怎么办啊？哎，飞哥，你看我是睡着了，其实真进来人，我立马就醒过来了。立马就醒，恐怕拿把枪对着你，你都不会醒。阿翔，哎。怎么了，飞哥？你睡着的时候拿枪对着您的脑袋，你会不会感到害怕？我都睡着了，我还怕什么呀？所以在正常情况下面，枪对着人的脑袋，人的反应一定会很害怕，脸部表情很狰狞，对不对？对呀，你拿枪对着我脑袋，我当然会害怕了。可是杜叔叔死的时候神情却如此安详，难道他是在毫不知情？甚至意识模糊的时候被人所射杀。你的眼像黑夜入迷，不知不觉迷失在夜里。你的雨飘忽不定如迷，谁能猜透你身后的孤寂？你的发香一天叹息，不知不觉就站这雨里。你的眉宇说还羞如迷，谁能温暖你藏的孤寂？拥着你，哪怕全世界都可以忘记，只要在我怀里有一点点暖意。拥着你，哪怕全世界有一件事情，心甘情愿。